看长老发育。空亦有明貌，纵然我们看到的这个太虚空，虚空不像树叶子有枝，有一个站的空间，可是虚空虽然没有实体啊，它也有它的名字啊，它的名字叫做什么？它就叫做虚空，虚空的名字就叫做虚空。涅槃经里面说有四种名字，现在不用说，因为它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虚空，啊，虚，空洞的情况，啊，那个虚字就显出那个空的样子，啊，这个虚空也有它的名貌啊，它的名就是虚空，貌就是空洞，空洞的这个样子，所以虚空虽然没有一物，可是它也有啊，它的样子叫做虚空。它的体貌称为虚空啊，所以后边经文说虚空无相而不具诸相发挥，虚空没有相没有形象，可是一切相在虚空中发挥，这就显示虚空有名有貌。既然上面所说的草叶到虚空通通都有它的体性，有它的相貌啊，何况人所具备的清净心啊，何况清净妙净明心啊，信一切心而自无体，何况我们人有清净的本心，又最为妙的这个妙用，妙不可思议。哎，看看我们人的心，你说它没有吗？灵灵不昧，寥寥长之。你说它有吗？无形无相，了不可得。初祖要二祖把心拿来，要替他安，密心了不可得。所以，这个清净的心本来具备光明，啊，这个清净的真心本来具备光明，所以叫做清净的妙净明心，为一切性之本体。信一切心，把它翻过来看，翻过来看，一切心的本体，啊，一切万法唯心所造，它都有一法的体性，这就是所谓信一切心，啊，哪会没有体呀？而自无体是反问词，反问词。既然草叶虚空都有体貌，人的妙境明心。为一切法的心的本体，它怎么会没有体呀？当然有实体，你不要害怕，不会没有心的，是有心。但是你的错误在哪里呀？若你执念分别觉观所了之性必为心者，这是说出阿难的错误的执着啊。若是下面的你呀，按照原字是如，我在开头讲的时候啊就说过了，我凡碰到这个字我都把它用你字表达，省得再解释说如就是你都这一句话啊，因为这经文里面这一类的如太多了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，每一个字碰到这个如都得解释说这个如就是古代的你，就是我们现在你我他的你，碰到这个字就要这样解释，太麻烦了。因此啊，我就索性把它念作你，不念如啊。我不是改字音，而是方便说，因为要一定要念成若如执念，
然后再来解释说，若你这个如就是你，就是你我他的你啊，然后再来说明执念，太麻烦了啊。所以凡是碰到这个三点水女字，我通通把它读成你，省得解释啊。所以若你指令，你是指阿难，阿难，如果说你执着吝惜你的那一种难推的心，你认为那是你的心啊，那个希望像的想象你认为是你的心啊，那只是你的分别心啊，在哪里觉观，觉观心意叫做熏思，熏思啊，就是白法里面五十一个心所法里面的熏思啊，初念叫做觉，就是熏，细念叫做观，就是思啊，就是能分别了，第六意识的分别作用啊，就是属于心所法。现在你在执着吝惜你的能觉能观的这个心，你以为你是能了知，佛说那不是你的真能了知，你真能了知的这个见分呐、啊，你还没有体会到，因为见分没有这个想象的相。现在你认为能推的实际上是所了知，所了知就是那个成影六成的影子啊，我们现在心里会作用的动的念头都是六成的影子啊，都是所推的，不是能推的，能推是无形无相的啊。比如说你现在想到你的家，一想到你的家，那你的家的情况不在你的心完全显现出来吗？有他心动的人就能看到你，你现在在想家，为什么？你的心里面有个家。所以你凡是动念，凡是有所想，都会有个影子。所以前面叫做希望的想啊，希望的想象的那个影子，你认为是你的心，这是错误的，这不是能了知，是所了知啊。关于这个道理呀、啊，《楞严文句》啊，藕益大师的《楞严文句》里面解释的最清楚啊。太虚大师的《社论》跟研究里面呢，他深深赞叹这个文句，藕益大师的文句里面这一段的解释。他说，如果不是深入唯识的境界的这个高僧，他没有办法体会到这里。所以古代很多注解对于这个话都解错了，都不正确啊，这是完全是所了知，绝对不是能了知啊。所以太虚大师赞叹文句说，如果不是深入复法的唯识之境，没有办法说通这个道理啊。你把这个所了知必为心者，必定执着是你的心。我呢，你把这个所了知性执着认为是你的心啊，我跟你说，此心即应立住一切色相位处，诸称思业别有全性。如果是你的真心，要离开六尘境所有的动作，另外有个心的存在，那才是你的真的心。现在没有啊，你离不开这个六尘。所以说此心如果是你的心啊，即应当随时能够离开一切眼根所对的色尘啊，耳根所对的声包含在里面，鼻子所对的香，舌头所对的味，身体所对的触，这个前五尘的境界，五根对五尘的境界，跟内心里面的法尘诸尘事业啊，这些六尘境，是指六尘的事项，业指你心里所想象的动作啊。离开这些六尘境之外，另外有完全一个全心性存在，别有全性。离开六尘之外，另外有你的完全的
真心理性存在，那才是你的心啊。我们自己可以回头想想啊，还没有睡着之前眼睛闭下来观察自己的心，离开六尘境之外你的心在哪里？离开六尘境是身相未触法，离开六尘境之外你的心在哪里？如果另外有个完全的体性存在，那才是你的心。可是现在阿难所知道的只有六尘境。若汝如你今则曾听我法，此则因生而有分别。他这个色相未说里面没有说生，就在这里表达出来。例如现在你在这里听我讲经吗？啊，你在秉承佛所说的法，你在听我佛自称，你在听我说法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现在完全因为我说话的声音啊，啊，触动了你的耳根，而你的啊同时意识升起分别，分别哦，现在佛说的法讲的是什么？你在分别啊，明白这个道理。对，你现在哪里有离开六尘境啊？离开六尘境，你的心根本不可得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如果你能明白这个道理，找出你的真心来，那才是真的。你现在执着的完全不是啊。总灭一切见闻觉知，内受犹嫌，犹未发成分别隐私。前面讲的是有沉静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所以佛对阿难说：“像你现在听我说法，那么那是你因为听到我说法的声音，而你的耳根也同时意识升起了知的作用，而升起分别。现在在讲的是什么？那么鼻对相称，色度未成。”身对处成，意对法成的知啊，这些见闻觉知都是在你的沉静里面，你认为的心都是这六沉静，纵然能够把前面六根对六尘的那个对境作用的心能够把它停止下来，不接触六尘境，把前面的一切见闻修常觉知啊，见闻觉知就是六尘境，这一切六尘境你总然把它灭掉了啊，就是不缘外境乃至内心里面的知法尘的那个身，身法尘的作用也灭掉了，那你在内心里面保守住由清闲旷的境界，由内心里面很由身而看不到的境界，闲它没有对境，外面六尘境它都不与它接触，所以内心就有些了，因为不对沉静心静下来，保守住内心的那种悠闲的境界，那是什么？灭法尘啊，纵然六根不对六尘啊，这个一根对法尘的生法尘也不起作用，只剩下灭法尘，就把前面沉静通通把它停止下来，都不起作用了。可是你在内心所保守的还是法尘，尤为法尘分别隐私，那你现在内守游仙的境界呀，还是个法尘。什么法尘呢？灭法尘，把前面的这个影子把它仔细下来，不去圆它，就把这个沉静升起来的影子灭除。但是你保守的是什么呢？是灭法尘的境界，还是法尘的境界，还是有分别。
那还是有个影子，什么影子啊？灭法尘的影子。这个境界很不容易到这个情形。普通一般修学佛法的人，如果不是参禅，还没有办法到这个境界。参禅的宗门下的人，下死功夫去参，所谓离心意识参，把前面成见整个把它切断，哎，他这个时候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参究啊，心能够仔细下来，不缘尘境，也不缘法尘之境，那那时候游闲的那种境界，很多宗门下的参活子啊，误认这个境界，以为这就是幕后老官，认为这就道家，完全错误。这个道理在藕益大师的文句里面有说明啊、在当时一般参禅的人就已经有些人能够到这种境界，可是他不知道这只是那时候游闲的法尘境，是灭法尘，他分不出来，把它当作是真正的消息，错了，从此发生很大的错误，跑到哪里去啊？跑到五十印魔里面的响运的沉浸里面去，会变外道啊、嗯，很危险。所以参禅很不容易，没有真正的过来人来勘察，很容易发生这种的错误。那么平常一般修学佛法的人要到这种境界，想也想不出来呀、啊、别说是道，让你用心去想你也想不出来。所以我劝诸位不要打这个妄想，不要打这个妄想怎么办啊？老实念佛啊，学大势至菩萨啊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这个办法最好。不知跑进这个灭法尘的境界而不知道，以为是道家，不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念佛把六根收起来，那么完全把这个沉静翻过来成为静静清静的佛境，眼见佛，见极乐世界的静静，耳闻佛声，鼻子闻的是极乐世界的啊，这个花香等等啊，就是念佛的道场也有清净的香味啊，舌头吃饭的时候想住极乐世界的清净境界，不去对这个未曾升起分别，身穿的是佛的法衣，走的是大殿，好像是完全在极乐世界的境界，心所想的就是念佛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能够以都摄六根来念佛，不至于跑进这个错误的境界，能够得到一心不乱当然更好，纵然没有得到一心，临命终时能够正念佛名，也不至于堕落，最起码能够福祸就能往生。所以古人也认为只有念佛比较稳当，不致走错路啊、嗯。假如你是参禅的，自己去下功夫参，没有善知识来指导，很容易跑进这个内守游闲啊、嗯。这种法尘分别淫思啊，你把它当真了，很容易发生这种错误。所以虚云老和尚他劝人要多读楞严经，因为后边五十印魔说得非常清楚啊，免至跑进称这个魔境啊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所以阿难现在所推的通通都是这个沉静，根本还没有到这个内守游闲的境界。那你纵然到这个境界还不是呢，何况你还没有到。佛接下去说，我非执你智慧灰心呢、啊？佛对阿难说，我并不是叫你呀、啊，把这个分别的希望相
执为不是心。佛指他说，那不是你的心，不是你的心，不是说你没有心，不是说这个不是心，只是说不是你的真心啊。你知道这个不是真心啊，那就对了。可是我不是说那个不是你的心就是没有心，不是这样，非心是没有心，那么没有心就变成断灭了。我不是叫你执着认为非心，你执着是心不对，执着不是心也不对啊。执着是心固然不对，执着不是心也不对。离开这种的想象之外，哪里还有心可得，也不可得。所以当即就是真心，叫做遮显啊。那么因此啊，你要认知真正的心在哪里，但你以心啊维系揣摩啊。我现在只要你用你的心很细心的去揣摩，揣摩就是下功夫去体究啊，体究你的心啊。怎么样子体究法子啊？若离前尘有分别心，即真你心，说出心的所在了。离开前面沉浸的分别心，眼见色耳闻声乃至意之法，你分别这个六尘境的这个分别心，假如你离开这些分别心，另外有一个完全的体性存在啊，那才是你的真心啊。在我们凡情里呀，离开六尘境要另外找个清净心，找不到的，实际上也不必离开的，就在这个六尘境里当下要体证自心啊。但是佛要阿难体证这个真心呢，只好这样说，离开你的分别心，另外有个真心存在，那才是真的。若分别心离成无体，死则千尘分别因此。如果你能分别的这个体性，离开六尘境就没有实体了。那我老实告诉你吧，那就是你前面的六尘境界的分别影子，那一种事相上的影子，完全不是你的心。你执着这个妄想为心，如果你认为那是你的心的话，因为尘非常珠啊，若变灭时，此心则同龟毛土胶。因为是身相未说法的这个六尘境界，它是不能永久常住的，它会有变化的，有生住异灭的，会坏的。如果这个尘境发生变化，去向于坏灭的时候，假如你的心是跟着这个尘境是你的心的话，那你的心就跟着这个尘境在变坏，也就灭掉了，那就变成你的心根本没有实体，好像龟的毛、兔子的脚啊，这显示没有啊。因为龟啊，乌龟必定没有毛的。你看见硬壳的乌龟长毛了吗？不曾有过。龟一定没有毛啊，孤我蒙啊啊。兔子没有脚的，兔子没有脚，兔子一定没有脚，要鹿才有脚啊。兔子一定没有脚，所以龟毛兔脚就显示没有。假如你的心跟住那个沉静生灭，那么沉生你心就生了，沉灭了你的心跟住就灭掉了，那你要用什么去修真啦？
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梵音妙语时时闻，菩提花朵处处开，弘扬佛陀众善法，慈悲喜舍乐开怀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，弘扬佛陀所有正法，放生、护生、吃素、念佛、诵经、持咒，帮助贫穷、造佛像、造佛塔，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。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，也更期望你来护持，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能够弘扬佛陀正法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。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心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新逢准提菩萨圣诞，举办八关斋戒法会暨修持准提法门。佛为悯念未来诸众生的缘故，宣说过去七句之准提如来等佛母准提陀罗尼，若有四众受持此咒，满90万遍无量劫来五无间等一切诸罪，悉皆灭除无余，所在深处皆得直遇诸佛，所有字句随意充足，速得成就无上菩提。修持准提法，蒙诸佛庇佑，光明广遍照，灭罪增福慧。恭请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4月27日星期二上午8点半开始，下午2点念佛共修暨准提法修持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98386，0398986866。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祖先放在寺庙的那古塔，那么是不是我在厝的摆就可以，还是一定要去寺庙的摆？不管你到哪里拜，如果你做完了功德，回向给众生，各回向你的周身，他一定得得到啊！但是呢，如果这些祖先有些还没有超度的，所缘物无业骨灰、无业沙，你给他摆交洽，他比较容易得到啊！你去给他招请念经给他，他比较得了，因为他还没有超度嘛啊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内呢，那我认为这本来就要做的，不管周身有敲多不敲多，他的骨灰在寺庙，我们还是要去啊，感恩礼拜啊。那你在哪里做功德，也要特别回向啊。有智慧的生活，才有慈悲的生命。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，充实你的生命。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，充实你的生命。接下来